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轻松甩肉肉，秋衣帮你瘦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讲讲怎么样跑步啊，最能够减肥。好，首先大家一定要建立一个观念，就是其实你只要有动、有运动，就能够帮助减肥，对吧？我们常讲减肥很简单嘛，就是管住嘴，迈开腿啊。可是虽然这么简单，但是其实里面还是很有学问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管住嘴怎么管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迈开腿怎么迈啊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讲说你只要有动，对减肥就是有帮助。可是我们总是希望说动的适得其所，动的效率增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运动生理学到底是怎么讲的。我们知道运动有两种运动，这个大家已经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无氧运动、有氧运动。可是有人搞不太清楚什么叫无氧，什么叫有氧。简单一句话，如果这个运动很费力，你撑不住一分钟以上，那么你就是无氧的运动，因为它是没有氧气进来，它是在耗你的体内的无氧呼吸啊，这个是氧气没进来。那什么叫有氧运动呢？就是你这个运动不会太费力，你超过一分钟你还能动，这个时候你会肺活量会增加啊，呼吸急促，这个氧气进来了，它能够进行有氧的燃烧，这个叫做有氧运动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就跑步而言，什么是有氧，什么是无氧，跑步也有不一样的哦。举例啊，像那个棒球选手一打出去就快速冲向一垒，那个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你知道那叫什么运动？那就是无氧运动，因为他冲过去的时候，他有时候是憋住气的，从本垒冲向一垒，这个叫无氧运动，对不对？到了以后才开始，这样听懂吗？好，那如果我们慢慢跑或者是快走这样子的运动，因为你可能超过20分钟、30分钟，对不对？你呼吸才慢慢的增加，这个时候就叫有氧运动，这样听懂哦？所以有氧运动可以刺激我们身体的肌肉，哪一种肌肉？叫红肌。红肌就是因为代表里面有粒线体，有脂肪很多，所以它显微镜底下看起来它比较颜色深一点，那它可以燃烧脂肪，因为里面本身就充满了粒线体跟脂肪，这样听懂吗？另外一种叫做无氧运动，它是白肌。好，所以不同的运动锻炼出不同的肌肉。好，我给大家一个结论哦，如果你要运动帮助减肥，其实两种运动都可以，可是有氧运动当下可以帮助你燃烧脂肪，无氧运动虽然当下不燃烧脂肪，可是呢，它你的肌肉量增加了，还是会提升你的新陈代谢的。所以我告诉各位，如何运动，如何跑步最减肥，其实你只要有跑，你就能帮助减肥了。要增加脂肪燃烧，你就做有氧的跑步；要增加肌肉的新陈代谢量、肌肉量，你就做无氧的跑步。就这么一句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正宏，邱医师福利时间到喽！想要轻轻松松就瘦下来吗？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多用，回复轻卡厨房四个字，我就会告诉你越吃越瘦的独家秘方，还等什么？赶快关注吧！